谢谢。哎呦呵，送一对儿这是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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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啊！每次演出大家都送东西，是有礼物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客气，你说有一天你们要不送怎么办？嗯，你想什么呢？这是我不能不送，嗯。你要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哦，来了不少人，嗯，楼上楼下好几万人，哪有这么多人呢？好几个姓万的人啊，都是朋友啊，都熟，都是熟人啊。有机会咱们挨个的认识一下。哦，我是很愿意跟你们交朋友的。哦，亲近亲近，一起来探讨一下。嗯，我是一个喜欢做学问的人。哦，还做学问啊？你瞧瞧，谢谢啊。啊，谁跟你客气了呢？啊，谁跟你客气了？您，我这拿话领着你。都不往人上走，你啊？什么叫往人上走？您还能做学问？不光做学问，我是爱研究。哦，什么都爱研究，天下的事儿大了，好琢磨。不管是文科的、理科的，嗯，地理啊、历史啊，嗯，哎，人情冷暖，做生意，嗯，财务往来，国家大事儿，呵，街坊四邻的小事儿，嗯，完我这么些年来吧，嗯，也做了不少工作，好研究，在单位那会儿。我也是啊，听您这么一说，您在单位是个主管啊？我说您是个主管呢，啊？嗯，怎么这是不是啊？你这含含糊糊的，管咱管不了什么，但是是主点，是主点，主点什么呀？白菜啊，萝卜割了头，血里红，拿开水焯一遍，弄点盐腌上的。哦，您在单位管腌咸菜是吗？什么话？您这割了头弄点咸菜，这个在我心里边 腌咸菜跟宇航员那身份是一样的。我没听说过啊，这俩能一样吗？啊，怎么不一样啊？怎么能一样啊？你这个天上地下的事都要研究。您好做琢磨，航天这个关系到老百姓，那是腌咸菜，老百姓也能吃得上啊，有口重的倒是。所以嘛，嗯，都得研究，都管用，嗯，没事的时候就研究，嗯，大事小情在我这来说没有不知道的，您全琢磨。波兰总统坠机，哦，日本首相下岗，嗯，李鹤彪打假记者，嗯。360大战 QQ 啊，侯震长得像机器猫，嗯，金正恩长得像郭德纲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是都得研究，因为这些个那个那上面都有啊，那个烧饼上面都有啊，您这拍芝麻呢，您知道吗？电脑上都有，啊，电脑上倒是全，网上都有，网上，哎，您还上网？你不上网？我没有，完了。你看微博，你那小，你就这么大，就上手机上啊。我们那这么大电脑，您这干嘛刻毛豆呢？是怎么的呢？这是上网的吗？不会聊天这个人啊！您这什么动作呀、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互联网电脑刚进中国，我就研究了，这么早啊？我是中国第一批上网的人，知道吗？您这是第一批吗？这个，这代表成功的意思，知道吗？您这都说一块儿了，你也成功，你这个，你才这个呢，你才这个呢，别往沟里带我，知道吗？你不一直在沟里吗？哎，对，我还没上来呢。你待着别动，我给你搁点盐，搁点辣面。哎，对，那在缸里呢，不是沟里呢、啊。就是上网电脑嘛，电脑其实很真会假会。这在座的有熟悉电脑的，电脑主要是两部分。哦，也是这个动作。哎。两部分，第一是程序，第二是存储。啊，你瞧这倒对。哎，对了，蒙的是怎么着？就第一是程序啊，这个程序就是啊，嗯、啊，一层白菜，一层盐，一层辣子面，一层白菜，一层盐，一层辣子面，知道吗？哦，这就是程序、啊，还是腌咸菜。嗯，存储就比较难了。存储您说说，存储不好，它长白毛就没法吃了。对了，您离开这点事儿不会干别的了，是吧？来塑料袋装里边。哎，您最好调到韩国去，您这干嘛呀？这净腌咸菜啊？搞科研研究嘛，是吗？天上地下无论什么事，咱们都研究过，啊，还全知道。研究好，你看前些日子还研究那个什么，嗯、那个无痛分娩。
你离我远点行吗？这个您还研究？好裁缝啊，好的妇科大夫哦，好厨子都是男的啊，那倒是，这个不叫事儿。你也研究？我研究这个，我也会胜利的啊。您要不这个，您不研究这个，您这有前有后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研究成果怎么意思？非常好。怎么样？无痛分娩，用我这方法啊，生孩子，孩子不疼啊，孩子不疼啊，用什么方法孩子都不疼，成功了，知道吗？多新鲜，早就成功了，无痛，大人无痛，对对，那我管不了，管不了，哎，好，白干，那活该，疼死是你的事啊。是啊，研究大人研，孩子我也管，研究孩子研究什么？育儿经，嚯，哎，育儿有道，嗯，孩子是。以后未来的也不是什么什么玩意儿，反正是，您这研究的这头一句就说不清楚，就是孩子以后会是国家栋梁之才，那对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啊，管孩子，嗯，教育孩子，哦，我教育孩子一门灵，您会，哎，这哭怎么哄好？别哭，嗯，这不哭怎么弄哭了？啊，您招孩子去了上面？哎呀，玩了命哭，这哭为什么哭？嗯，有时候净这个，有时候在后台，嗯，他们带来的孩子玩命哭，哭啊，怎么了？嗯，孩子想吃海苔，哦，现在都馋吃海苔。哎呀，不想给他买，怎么办？哦，找张白纸，拿墨水涂干净，哎，早去外边睡去去。哎，这非把孩子要死不可，您这个，哎，这叫科研成果，就这个呀？我那儿子要不然能这么聪明吗？啊，喝墨水喝的。什么水干嘛教育哦，我是左领是吗？前两天我弄的上郊区玩去啊，看打铁的咣咣啊，对，铁都烧红了，是我儿子看着红铁，嗯，怎么馋了似的，哎呀，把铁就恨着啊，有病啊你啊，对，就神经病，夸我儿子，夸我儿子高兴，这是夸的吗？啊，我儿子一指的，嗯，给我100块钱，我舔一下。哎嚯，要玩命啊，是怎么？铁匠真听话啊，掏100块钱递过来啊，我儿子接过钱来，嗯，啊，哦，舔这钱呐，就这么聪明，哎，这谁都成这个，你看看，要不你不是我儿子呢，是吧？哎，对，我都没教给你，知道吗？这还用教啊？这个，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啊，舔钱去，舔钱，那都是儿童游戏，咱们研究大的，研究什么？哎，时时刻刻走在时代的那叫啊，炕沿前沿上，好，时代在炕上躺着呢啊，时代的前炕前沿。前面有盐啊，前面有盐，后边是辣椒面，哎，对了，中间加点孜然不加？您这个没有这么吃的吧？没听说过啊，甭说您那腌咸菜那个，哎，不管腌咸菜，那不算是我，其他的我也是，我是一个很时尚的人，还时尚，那是要讲究生活质量，要讲究，怎么个讲究？关键是你得懂，你不懂不行。那您研究什么？举个例子啊，你说说，会吃饭不会？谁不会吃饭？对，吃饭人人都会啊，吃出学问来不容易。哎，说的是文化了。哎，什么？您不知道，您瞎答应什么这？哎，干嘛？我都没想到这里边还有文化的事儿。饮食文化呀。好，好，好啊！以后我就把你这句话加上。对对对，您这抄呢？这是抄像话吗？吃什么东西有什么讲究？哦，吃包子，嗯，就吃狗不理的。您这是时尚吗？这，哎，这是名牌啊！啊，那倒是，对吧？吃包子，吃狗不理的。哦，啊，羊肉，嗯，吃东来顺的，那倒会吃。鸭子，嗯，吃全聚德，北京的。鸡，嗯，吃天上人间。嗯啊，等会儿，对过那回托有一王大爷卖烧鸡，那个好啊，是好。您是奔着烧鸡去的吗？您他们为什么笑啊？啊，因为他们都找不着王大爷，你知道吗？跟着我走，你们一定会胜利的。对，这就都掉沟里头了，就那我就多撒点盐。对对，时尚啊，这不光是吃，穿着使着用着都得时尚，用名牌。哦，你用过餐巾纸吗？用过呀。什么牌子的？那谁记得住啊？完了，没有这个意识。嚯，啊，咱哪怕用一包纸擦擦，啊，都得是名牌。什么牌子？比如说，哎，咱来葫芦宝的，是吧？啊，您用这玩意儿都是两用的。嗯，什么意思？
别打听了啊，您就接着用就行。我求知欲望特别强，成了，你给我讲一讲吧。不用啊，你看你都乐出花来了、啊。是，多新鲜！您不看看说明书 啊？我万一看明白，不就不用了吗？对，就奔着这去的。名牌嘛，啊，名是名牌就不用。穿衣打扮啊，也是如此。嗯，吃喝拉撒，只要跟名牌沾上，咱都得用，全用名牌。哎，前两天感冒，哎呀，感冒难受，吃药。嗯，我说你谁别管我啊，我得上同仁堂啊、哦、买好药，同仁堂买名牌药。好啊，感冒，哎呦，我擤鼻涕，嗯，嗓子疼，是买那个同仁堂出了那叫什么药，益母草膏，知道吗？什么病您就吃这个？来三瓶，哎，来三瓶，感冒好了，那不错，感冒也好了，也不怎么着，胡子都掉了，是。然后回来那大夫还说我呢，啊，你要再来三瓶，你就能报幕去了。那好嘛。要变性，您这个到现在我都没闹明白什么意思，是吗？您就能用餐巾纸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这胜利了呗？什么胜利了？成功了呗？不用，您这是成功了呗？反正是啊，听说过，就是喜欢名牌，喜欢名牌。我用的包啊，都是名牌。什么牌啊？爱马仕的。哎呀，呵，您。嘿，喜欢马粪什么呀？爱马仕啊，马仕国际名牌吗？爱马仕，爱马仕，对，阿玛，你这是伦敦郊区的发言人，您这也不是市中心的，知道吗？我南郊的，哎，什么呀？啊，反正有马粪的地方啊，对对对，爱马粪，爱马仕，爱马仕，爱马仕的，嗯、还买那个 LV 的那个包啊，什么您的 LV， 哎呦喂，可贵了，一、啊、看那价钱，哎呦。这好嘛，我这名这么来的，合着 LV， 哎，路易威登，这么说吧啊，好，哎呦，哎呦 ，LV，LV， 哎，穿衣服也是啊，穿衣服，我那个衣服是俩小人背靠背坐着，哦，靠人的褂子，我这知道吗？我这穿着这还挺忙的，那就是，那是背靠背，背靠背啊，背靠背，哎，我那个一个普通的 T 恤，我穿着出去，回头率都很强，是吗？不看我，嚯，啊，您这限量的吧？怎么呢？我纳闷啊，是啊，您怎么知道限量啊？您还写着调和油呢，啊，这好嘛，工作服啊，嘿，发的，穿好，我那华伦天赌的褂子，哎，呵，好嘛，痛快不了了您啊，净天赌啊，普拉达的裤子，哎，十二点一刻的那个领带，金利来的那叫十二点一刻干嘛呀？哎，您又成功了，哇！您别老胡给人起名字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都弄好了。那连生的布鞋，什么半星？您这是带着我那个 MP1MP3， 我那磕掉一块，好，换个新的不行吗？我这好名牌，是啊，这个啊，嗯，这是三星雅马哈的，知道吗？这一韩国一日本，您给弄一块儿去了，我就别让他们打起来。什么你？嘿，听听音乐，听听节目啊！我这呵，我太喜欢这节目了。什么魔术啊？啊，那听什么呀？那个知道吗？这都小事，日常生活小事。哦，我更关心国家大事。国家大事啊？什么呀？你比如说这两天啊，这两天咱们国家来串门来了。这是国家还串门子？来访华啊？您说访华？哎，访华的都是啊？对，他带着胶垫呢，是怎么着？访华的外国各国的法人上中国串门来吗？嘿，法人呐，叫什么？总统啊，对，哪儿都有，也有总统，有那个首相啊，国务卿，这都有。你这记得不？这两天英国那个是看首相的是啊，这个来英国算命的不是呢啊？看不是不看，就是首相，首相啊，不给别人看啊，不给别人看没有、嗯、叫卡梅伦，对啊，听这名嗯，卡车都没轮子，哎，这好，净剩那斗啊，嗯、啊，这上咱们这儿来了。哦，前些日子还来那叫美国的一国务卿，谁呀、啊？萝卜头啊，萝卜头，萝卜头，我很熟悉，我听这名很亲切，是吗？嗯，好像原来在单位见过啊、哎。对了，嗯，都在您缸里搁着呢。嚯、嗯，萝卜个，萝卜头干嘛？萝卜头，哎，甭学了、啊，国务卿。
哦，什么叫国务卿？是国务卿就相当于咱们这儿外交部长，啊，但是他比外交部长身份高一点，差不了多少。国务卿啊，国务卿我很熟悉，你啊，真是萝卜没关系。国亲啊，国务卿象牙白，心里美，灯笼红，还是萝卜呀，这个，还有心里美的，都是一套的，反正是啊，啊，就来了，这你准没见过吧？这我哪见过？我问你，人家这国务卿来了，人家单独会见你吗？不见过，来了见你也没有，多新鲜呢！那您说他干嘛？但这程序我都懂，您知道，我都懂。什么程序？机场接着去，对吧？嚯，都等，都坐飞机来的，多新鲜呢！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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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坐着皮球来的，这是就他一落地的时候，他蹲下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停住了，门一开啊，然后梯子搁好了，这他上就下来了啊。他得走那楼梯知道吗？活新的没有出溜下来的，那救活的，活新的消防队的，哎，救火清他那样的知道吗？救火清啊！下来转身回去啊，啊，这都带着太太呢，哦，俩人挎着胳膊上不下来，走那个地毯，红毯，这别出就出去了啊，完了丢人现世啊，走出去了，哎，那哎呀不要脸了，那可知道吗？这要脸不要脸没关系，走出去那一只眼，那知道吗？哎，对。走走走，头站好了，奏国歌啊，这为了表示尊重嘛，是奏国歌啊，这老家就住在这个村儿，我是这个村里这东北国务卿啊，这是唱二人转呢，不是白不懂，这就说这意思，谁是我是来美国的，对吗？啊，那也没有这个呀，这完事赶紧这就都弄车里去啊，首相也好高兴啊，这哎都送上车去啊，这压上去的，嗯啊，扶着呗，扶着有缺胳膊的吗？上车不得摁脑袋吗？啊，摁脑袋干嘛呀？还是踹进去的呀？坐好了，头里边是八个摩托啊，这对，八个摩托开道啊，开道头里边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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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三蹦子开道，怎么还嘟嘟嘟嘟嘟这么大声啊？你要说一个摩托是嘟嘟嘟嘟嘟嘟，八个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啊。八个摩托嘟嘟的还真齐齐，哎，都调好了频率一块儿，没听说过，嘟牌的都是啊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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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后边有一开道车，有啊，有一开道车，大车在头里边，哦，大车头里开道，它那底下有好些那个钻在那边，一走起唰一转，地倍干净啊，是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嗯，一出北京市就改五个笤帚了，对吧？您说那扫地的那是？哎，这你知道这个？废话，谁没见过呀？我就没见过啊。这过去后边是一大吉普，吉普车，吉普后边就是堵车了，就是。哦。堵车啊，就是专门坐人家这个啊。加长的奔驰。啊，这对。加长的奔驰啊。嗯。车门都跟普通的不一样。怎么呢？这周围没有门，上面有一门，知道吗？上边。哎，掀开盖打上面下去，知道吗？扣好了，坦克呀，是怎么的？我琢磨是应该是这样啊。啊。然后边都是考斯特。啊，奥斯特、伊内可、小公公跟着一溜，哎，这好嘛，是吧？啊，后边跟一溜公公，哎，然后最后边还是八个摩托，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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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哎，对，他这个有一个缺陷啊，他有些他只能在长安街上来回这么走，干嘛？因为他一四路他就是这一趟线，那好，还是送人去了，嗯，哎，但是到木樨地就拐了啊，是啊，往北去，哦，钓鱼台，啊，在那边钓鱼台国宾馆，啊，到那先有座谈。对呀，咱们有那个接待的官员，是跟那个一块聊，收成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吧，是吧？这打哪村来的这总统？怎么还收成怎么样？我也不懂，咱就聊这些，一聊的是一般不让我进，前面也没让您进过。是，我拿警车给拦在国贸那边去了，我啊，您在小公共上待着。对，聊完之后就赶紧就吃饭了。哦，哎，这一坐吃饭，然后什么萝卜丝、萝卜片、萝卜条、萝卜块啊，哎，对，这都是您的手艺了。嗯，刀切，蘸着辣子吃，哎呀，好这口啊！这个吃萝卜，这都是韩国总统访华，知道吗？哦，外国不给吃，外国来先喝汤啊。对呀，西餐先喝汤啊。是，咵搁在这儿，大汤南豆腐炖雪里红。哎，好嘛，离不开咸菜啊。这吃饱了，看演出。哦，还有演出，做好了，总统跟前搁四份节目单挑，嚯，四份节目，你看哪个给你演哪个？是啊，这第一份这个是高峰啊，跟这罗云平，第二份孙越啊，云鹏，嗯，第三份孔云龙，嗯，第四份是青年队。哦，对，这国家就这么一德云社了，这
不乘别的船了。这所以说有不懂的尽管问我，您都懂，全明白，没有不明白的。哦，您这个行业我也了解，我们说相声太了解了。您知道，你看你问的我算问到根儿。您啊，说相声分两块吧，一块是主流的，一块是非主流的。哦，这么分的。嗯，我先跟你说说这个主流的这块，好吧？您这有点得罪人了。谁哪儿得罪人了？您这手势得罪人了。这没有啊，哎，不带尾巴。我先跟你说，别比划成不成？那你要挑眼吗？啊，谁挑眼呢？主流相声分四个档次，您说说。第一个档次能上春晚的。哦，大晚会。哎，这是有名有劲能挣钱了。哦，这个第一档次。第二档次就是能走穴。啊，这挣钱，大晚会差点，但走学挣钱这是没问题的。哦，哎，第三个档次拿着工资四处慰问去。哦，就挣工资。哎，一个月1600块钱是吧？那不错，天天慰问，这是一档次。啊，最后一档次是给前三个档次跟包的。哦，提了个包的。哎，跟你一块干活，到时候随也赏300-200给。哦，分这么想给多少给多少，四个档次不一样。哎，这个还有这个非主流这一块。别捧了，看着跟太阳出来了，这没听说过大晚上。也分四个档次。哦，您说，第一个档次就是真心实意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相声艺术。哦，嗯，哎，第二个就是反正干什么都行，就拿这吃饭，指着这吃，纯是为了工作而工作。第二档次也行。第三个档次就是原来是听相声，后来改说相声的啊。第三，哦，转过来的。第四个档次就是骂德云社的。哎，这嗨。哦，这也算非主流，就这么就来回这么这边这边还有这边这个，嗯，这是一翻腕子就是。这个努力吧，我一直努力的，你还能更好，我谢谢你，真的啊，不是我捧啊，啊，就以您这个状态这个资历，嗯，为人处事，您这个这脸色这都算上啊，还有脸色的事儿，你还能更好，得我借您吉言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你应该参加一下相声大赛，我往那边转悠转悠。那样你两边就通吃了。哎，就没听说过上火。啊，上火有一亩草高。然后你就成功了。行了。真的，你说说 我认为你应该参赛。怎么个路数？哎，你参赛，你把那边道也站上挺好，我觉得。哦。哎，比如说啊，你看最近又快闹相声大赛了。嗯，闹相声大赛了。你应该去参赛去。我听说了啊，要搞一个叫什么燕赵杯相声大赛。燕赵杯相声大赛，你来吧，我来不了，人不让验。啊，你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，多新鲜啊！你说验什么？你说验什么呀？啊，就是那个咱们有时候睡觉带着那个燕赵，怕那个有光有跟啊燕赵带着睡。我您眼睛前头放这个还能睡得着啊？我这可以睡得着。那眼罩知道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！我这跟英国人打交道时间长了，没听说眼罩，眼罩，哎，眼罩，对，哎，那个厂子赞助的，眼罩杯相声大赛。哦，哎，这对吧？这个啊，您干嘛呀？这个你可以去参赛。我去，我建议你去，你去准行。怎么呢？真的，你这个状态很好。你到那儿啊，当然你要做一做工作。怎么？首先说你要跟大赛的负责人要搞好关系。这还得搞好关系。你赞助的钱都是人家拉来的，你凭什么不跟人搞好关系？为得奖，那是必须的了。那我老话说得好，擒贼先擒王，骂人先骂娘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就说我怎么跟人搞好关系？搞好关系就是花钱，花钱。哎，可不就花钱呗？啊，你别小瞧，哎呀，一个相声大赛负责人那了不得。哦，瘦死的骆驼比瘦死的马大。哎，好嘛，全是饿死的和尚。啊，没一个吃饱了的。你就赶紧拿钱给人家，就买，问多少钱？哦。有钱吗？我没有，我给你吧。你行。哎，我有的是钱，谢谢你。我那钱多的都用不了。那好，给我点，只能烧啊。冥币呀，你要缺个房，缺个车，缺个衣裳，这都有办法啊。那行了行了，嗯，我那也有，头天都烧了。哦，那行，赶紧想辙吧。对，我给你道，给人钱，要对这个负责人表达24K的敬佩啊。还得送这24K才管用的啊。哦，这是第一步。嗯，第二步要拜一拜评委。评委也得拜。评委就不用给钱了啊。那我因为评委都很贱，不用给钱了。哦，他们便宜，便宜极。老百姓老说，哎呀，物价贵，你老往贵处看，你看看评委，你心里不就踏实了吗？是不是？评委也都便宜着呢，他们贱。给他们买点烟，买点酒。哦，有烟酒，烟酒就行，不用太好。当然了，酒别骗人。哦，真酒。哎，你买点好酒，嗯，别拿那个是88年、65年过期的呢，是吧？就给他拿今天新酒，他们喝不着坏了。
这是新酒的事儿吗？对对对对，你有红酒吗？有啊，那给我拿点来吧。您喝红酒？我倒喜欢喝葡萄酒。哦，喝葡萄酒不吐葡萄皮吗？啊，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嗯嗯，这嘴里还真利了。你再来一遍啊！我来一遍啊！这交给您。哎，给我，这是前两条道。哦，第三条道怎么着？你要是能跟这个艳照有关系，你就成功了，真的。你想那里有你没你？没我，没我。你看，啊、有你的，你拍的。嗯啊嗯，有你早成功了，根本就没我。看看那厂长跟你认识不认识？不认识。你就说他是你爷啊！我干嘛？我撑着是怎么着？你揽着他做那个 NBA 去啊！我打揽着打球去。不是验那个基因那个 NBA， 那叫 DNA。您这，您还什么都知道啊？知道不太多啊。这个就非常管用。是啊。如果赞助方跟你有关系的话，那你就成功了。哦，这就成功。前些日子人家搞那个瑜伽大赛。瑜伽大练瑜伽，瑜伽大赛啊，那一等奖就是给了赞助方那孙子。哦，他会瑜伽？他会什么瑜伽？那他怎么？那孩子就是农村赶大车的。那怎么叫瑜伽？太见天的瑜伽啊！嗨，这都不挨着跟这瑜伽。我跟你说，你只要去练这个去，那你就成功了。啊，这我就行了。你把这三样练好了，好，于老师您就红了。得，我谢谢您。您就红遍天下无敌手啊，走遍哪儿您都能挣钱。是啊，国内国外到处都邀您。哦，哎，国内不叫事啊，国外您也红，上国外演去。国外文化交流净请您的了。嚯、哦、啊，什么柬埔寨？嘿，啊，嗯，这个老挝。哦，哎，泰国。哎，泰国，河内。河内也是，嘿，你跟河内你能待半年啊？嗯，我淹死了呢，我啊，我跟河内我待半年，河内那个地儿能待半年，我净去这穷地方，好地方你也能去是吗？维也纳，嚯、哦，维也纳金色大厅，哎，那可不赖。嘿，于谦要在维也纳金，维也纳这仨字你准不会写。嗨、哎，你提那干嘛呀？嘿，金色大厅，你要跟那儿来一个人相声专场，你还了得吗？我这可不容易啊！维也纳属于是奥地利，对，奥地利总统今天1月2号访华，哦，哎，到咱们这来过啊，是，这咱知的知知的，啊，吃过那萝卜丝、萝卜片、萝卜片、萝卜块，哎，对，南豆炖雪里红柿都吃过，哎，都跟咸菜有关，知道吗？吃咱嘴短，你到那儿准行，是啊，但是我，哎呦，你英语怎么样？也不会，我了英语不行，嗯，有翻译。哦，给我配个翻译。哎，有翻译，你跟那说，旁边有翻译，你说一句，他说一句，那还听得了相声吗？那没问题，是吧？都没问题。但是有一个，我觉得你应该改正。什么呀？你要真是金色大厅说相声，你得来逗哏演员。哦，我得去逗哏。你不能捧哏了。捧哏怎么了？你绝不能捧哏。我擅长啊。你擅长也不管用。为什么？你擅长翻译都不干。是吗？啊，这说一半翻译急了。怎么？不干了。为什么呀？人家这说半天，我这才一句；说半天，我一句。啊，我这一词就是 yes yes oh yeah， 我这给毛片配音的。哎，这去你！